最近那个小学生课本插画那事儿你怎么看呀？细思极恐。我觉得也是，简直让人发指。为什么呢？这样的东西怎么可以出现在小学的教材当中呢？对呀，是吧？每一张图片背后隐藏的一些含义，相信这些网友都已经，大家都已经看到了。是，我觉得呀，就是太可怕了。我就想问一下，画这些画的人是何居心？谁审核的？对吧？真的得好好查一查。确实是这个东西，这是我们的一代人呀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还挺久了哈，这个上来。是啊，而且这是祖国未来的花朵。你画的这些就丑化我们的这些小朋友，就是哎呀，真是。我真的看到这一幕，我真的特别生气。你想想我们以前的教材啊，我们以前的教材就每一个人物多么的鲜活，对吧？是是，包括就是不管古代的呀、现代的呀，就是阳光、鲜活、积极向上。对。可是现在你看看那都是啥呀？